以了，你也可以了。拿走。不晓得。前天来煮是前车包留名外外，那天外那个大陆客还很多。Thank you.
近这个都是樱花树啊。这边拍个照，这头是吗？对，在这个尾巴，这个拍整列车的车，来先拍，不然人家卡尾了。再拍，来这个拍照，有照相机。对了。这位是开我车的小姐同学。对，欢迎来阿里山。阿伯，哎，叫叔叔较少年啦吼。他跟我同年龄的，63岁。啊，老啊，拢叫你阿伯啊，你咧。他叫朱拉摩法，朱拉摩是司机啦。他的爸爸，他的祖父。都是三代都在这边开我车的。你是来他不来的，他说这个都太累了，早上要4点去。那对，跑看日出都起得很早，又冷。有没有？有，不是被水淹起啊！今晚有是到姊妹当面嘛吼。那个因为那个地方，他是我庙那个地方，现在在做工程。对，我就行到回来啊。我去行到去，这是无远啦，这路是无远无远啦，是爬坡。啊，咱讲台湾的，福建话人是讲福建，人是讲台，咱讲台湾讲福建。福建话。来，介绍咧，来看那个树，树头来。哎，太会讲。这一颗哦，应告的呀。这么一个来台湾的，跟你算得上去的。那你们可以看看，这个都有香味。要笃定，笃定，这个木头好硬哦，可以放在水里面会沉下去。我这大水冲会惊哦。哎呀，那会袂，就输了，我就该淹掉伊啊。哎，水足够干，啊我啊，迄条铁就是哎，无要修理来吼。林业县人免照个阿西种作呀。刚，这边刚完咧修理无？我无咧修理。无修理啊？
啊，唔知伊也了无啊？有啦，你来甲建议啊，你个去甲，你个建议讲咧，都应该爱个整理啊。我你等下，我要去分店吗？嘿，对。我直接下分店嘛。可能是先去家里先火车。最后几分，我中午在讲笑话的。过两斤一磅了，好了，再看这个。下来的第一批。